稿子拖了这么久，再不交稿，杂志社就要开天窗了。我是真的很想写好这篇稿子，还请您帮助我。云创是一家非常有信誉的公司，一直以来追求的也是严谨。因为理解不同，你就把我这句话写为较为绝对性，代表我个人观点和判断的新闻。但其实我更想探讨的是这个行业的可能性，意思截然不同，产生的影响肯定会大相径庭啊。啊，我明白您的意思了。那我现在就改。你过来，不是要改稿吗？进去改。还真是来改稿的。喂，我很忙，不方便。哎，别呀，小舅舅。小三，怎么了？有人要来吗？没有。你那个外甥女是不是要回来了？你好像对我那个外甥女很感兴趣啊。啊，没有啊，怎么会？我都不认识她。